俄三艘舰船驶入英吉利海峡，英军紧急被军舰拦截。突然，《每日星报》报道指出，驶入英吉利海峡之前，这艘俄军舰在通过比斯开湾时遭法国军舰跟踪。据了解，圣奥尔本斯号装备了梅林直升机，以便于观察任务小组使用，也便于海上巡视。马歇尔乌斯蒂洛夫元帅号进入英国水域之后，圣奥尔本斯号就一直在监视他。马歇尔乌斯蒂洛夫元帅出海后，圣奥尔本斯号赴往英吉利海峡，俄三艘舰船驶入英吉利海峡，英军紧急派军舰拦截。突然，每日星报英国皇家海军官员称，此次拦截真诚而专业，圣奥尔本斯号一直对俄罗斯军舰进行跟踪，直到他驶离英国海域。圣奥尔本斯号指挥官约翰克罗马尼表示，在舰队准备好护航之际，圣奥尔本斯号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任何可能对英国水域完整性构成潜在威胁的外国军舰做出回应。我的船员都接受了最高标准的训练，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海外网友凯虹。